特色的隐藏吃法，我还做了笔记。做法就是大量的葱末以及蒜末，整个锅定三鲜锅底，腐皮卷打开，加上虾滑、砂糖、花生、芝麻碎，加上炼乳。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小丹与专家，我是小丹，专家在盖地干嘛家？定期固定的 LA 的开场台词。先看到这个围裙就知道我们要来海边了。开场的时候上菜有点尴尬，海底捞因为它充满了弹性的菜单，所以很多很多网友发明了一些特色的隐藏吃法，一定要亲自试试看。我还做了笔记，接下来就看今天的海底捞吧 ，Let's go。今天的小菜好好吃哦，这是什么香菇类的东西，这真的太好吃了。今天的第一个隐藏料理是我最期待的蒜头鸡汤锅，我刚刚要了一下，因为没有鸡油，真可惜，所以呢，应该就要吃蒜头。做法就是大量的葱末以及蒜末，固定三鲜锅底，然后再加入大量的碎牛肉末。光看到这个画面就已经快要高潮。哦，真的好好喝哦！今天晚上会很臭，没关系。我们很快拿蒜头鸡汤过来涮肥牛看看。啊，蒜头肥牛，哦，好蒜哦，好爽。不用蘸酱就好好吃哦，大蒜飙牛肉感觉好鲜甜哦。接下来呢，也是网友们推荐的牛肉寿喜烧锅。要拿日式酱油跟砂糖，砂糖只有糖包，所以就拿很多糖包。清水锅里面倒入日式酱油，以及刚刚的大量的砂糖。点菜机上面是没有清水锅这个选项，所以就是要问，我们都会非常贴心的帮你服务。然后这个是刚刚要来的洋葱，菜单上没有，好像要问的才有。有一点失败啊，日式酱油里面的调味并不是柴鱼，而是柚子。往好处想，就是一种淡淡高雅清新的柚香风味。那我们就拿这个来煮牛肉试试看。应该还要再更多的酱油或者是糖，因为这样煮完之后，其实跟用清水煮出来牛肉好像没不一样，有点可惜啊，有点难过，所以只好再喝一口蒜头汤来压压惊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道隐藏菜单呢，是需要用到手的，决定用我自己的手。东西也加上去，现在需要是老油条，想办法把油条打开，把虾滑给它灌进去，好，虾滑油条，那就丢蒜头锅。哦，哦，很好玩呢，很有快感，多灌几个，多灌几个。现在我们来这个油条，啊，不要吃了。就是虾滑搭配油条的味道，好吃归好吃，但没有太惊艳。这整个行为的娱乐效果大于美食的效果。好，换个位置继续吃。下一道真是太让人好奇了，就是这个叮当腐皮卷。腐皮卷打开，加上虾滑，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金针菇、牛肉。让它回去，完成虾滑牛肉腐皮卷。在此同时来做第二个，这又是一个娱乐性质大于美食性质的活动，我目前是这样觉得啦。如果是国小国中的小孩子的话，来海底捞吃饭的时候自己这样玩，他们应该会很高兴。虾滑牛肉腐皮卷完成，看它散的乱七八糟的样子，是不是让你也食指大动呢？我真的好不适合当美食网红了。就是虾滑加上牛肉加上腐皮卷，这样金针菇的味道。
当然还是每一样食材都很好吃啦，分开吃就好，不需要把它全部卷在一起。如果你是一个人吃海底捞的朋友，然后你觉得很尴尬，时间自己不够忙的话，哎，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哦，就是让你一个人坐在位置上看起来很忙。之前有看到一些吃点宽面之后拿面皮来包水饺啊，今天我们就不尝试了。哦，饱到快吐了。我们来试试看这道肥死人的料理。日本人吃火锅到最后都要干嘛呢？他要煮粥啦，蒜头鸡汤粥。白饭加到锅子里面的时候，记得要一直搅拌哦。米浇在锅子里面会给大家添麻烦的。这一锅看起来是不是跟喷一样？全部火锅的精华跟肥油都在里面了。然后我点了一个生蛋还没有来，我要等生蛋呢，还是先吃呢？先吃好了。这个画面是不是看了又让您食指大动了呢？是提醒到了我，还在住在台湾的时候，都有定期做好厨余回收。大蒜粥里面有好多碎牛肉啊，可能也煮得不够久，所以就是一个汤泡饭的味道啊。当然好吃是好吃啦，但是也就是你把汤汁淋在白饭上吃的味道。今天到目前为止吃到大部分的川味料理，都只是把食材捆绑在一起煮而已，但实际上好像没有很特别呢。好，下一道是番茄牛肉粥，这是刚刚的番茄锅底，我们就通通下去吧。一样也是小火努力的搅拌，我有预感这个应该是会是个洋人的味道。蒸鸡蛋到现在还没有来，决定不等它了。好，这是刚刚在番茄锅里面烫完的牛肉，番茄牛肉粥。哦，这个比大蒜粥好吃，你觉得？因为酸酸的有点开胃，好像又可以再吃一点的感觉。这个就是当你跟刚刚火锅已经吃到很饱很腻的时候，哎，最后来一口这种清爽。接下来是甜点，这一道我超级期待，因为大家都超级好吃。首先是年糕放在清水锅煮，刚刚已经调好了。酱料去拿的砂糖、花生、芝麻碎，在上面撒上砂糖、芝麻、花生。记得海底捞是有提供炼乳的哟，要跟你的服务人员要。加上炼乳，完成了，这是今天的甜点：芝麻、花生、砂糖、炼乳、年糕。只是把所有食材照念一遍，就变成菜品了。哦，还好啊，不小心撒太多花生了。有些花生是有一点咸的，所以跟这个甜味有点犯冲，所以我们再多撒一点砂糖。嗯，好吃，蛮厉害的饭后甜点哦，推荐给大家。今天真的是吃得很开心，佩服大家非常厉害的创意，赶快开家来北卡吧海底捞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您收看今天影片，如果喜欢今天的话呢，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订阅、加留言、分享。小丹与专家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人类吃了再多饱，还是会想要吃鲜芋仙。在海底捞隔壁就有一家鲜芋仙，这样子要怎么拒绝？今天吃的是红豆奶冰，中间那一大坨小草冰淇淋，吃让人觉得好爽。